皮层还是稍微好一点。对，自从光就是有一次，整个把皮球弄得很死。好，终点两边硬碰硬。哇，果然大鱼开始又抓到了机会。Joker 的两边都是 combo 型的哦。对，大阪人欢迎一个 combo。我真大鱼是可以吸收掉电球的。错。哇，这个白边的 jam， 很快的大鱼来到61%。这个污染物要出来了吗？还没。把一个踩滑梯，把这个前 A 被污染物击中了。是。哦，我的 combo 抓得非常准。哦，这个打雷反弹也是非常的好啊。对，两边都抓得很准。保守，不过被击出场。我刚这个富贵有点危险啊，直接停在 Joker 前面。这后抛非常的猛啊！这个前摔，哇！哇，成功的让皮卡丘复归了。用电球不断 cover 自己的主场。是的，哇，这个 smash 又被打中了，又被空 A， 哎，还想要 smash， 但是大鱼是防下来了。哇，这个又送你 smash， 用 smash 哦。哇，又被电一下。哇，在中国回场能力还是非常好的。好，刚那个前 smash 被 Joker 逮到机会了。哇，这个亚森又走了。哇，又送一个 smash。是的，现在 Joker 是比较危险一点的。这个前摔也没有接东西哟。好，真是先被皮卡就抓到了。想要接空上，但是位置是不是有点前面？好，这个枪射。大宇现在是打得比较凶的。哇，又中一个，哇，直接出去了。对 ，dash attack 真的是非常的痛。可惜刚刚亚森差一点就可以出来了。没错。哦，两边都那很小心。亚森没出来的状态下，两边真的是拼 combo。是的。不过，我觉得这场，这个，哇，一个电光一闪去躲掉了攻击。漂亮的换位，一个空前 A， 哇！一样是电光一闪干扰到了，好像亚森出来躲掉了，哇！不过这是一个空前打到了还在硬直送皮卡丘，对，这个打雷被成功的闪掉了，好的，亚森已经快结束了。是，今天皮卡丘尝试了拖时间，对，不过一个 dash attack， 这个又中，威力非常威猛。好，亚森结束，大鱼想办法赶快再把亚森叫出来哦，不然很难打。是。哦，两边现在几乎是同样的势均力。对，哇，我这边先被打下，我这皮卡丘 smash 距离是不够的。不过刚刚那个还好也没打中，是不然亚森就直接要出来了。是的，这伤害非常的高。哇，两边非常的接近，很危险。然后当 smash 手边又被抓了，继续被丢到场外。哇，又被电光一闪抓到，直接被带走了。恭喜大鱼拿下第一局。是的。
那可以看得出来，大阪在亚森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想要拖时间的，像是跳跃或者电光一闪。没错，就是能闪尽量闪。击飞能力真的变得非常夸张。我现在第二局，好，继续在我们终点。来了，亚森，你就可以先逮到机会了。是。前面的话，大宇是想要做很多的 combo 来累积伤害的。对。不过，这样大阪前面都没有打到，然后自己损了这么多血，还蛮亏的。而且等一下会在红血状态要面临亚森，这样会非常的痛苦。Joker 真的是量表累积的非常快速。哇，这已经28%快满了。而且大阪他的血迹非常危险，已经132%了。亚森还没出来，可能就要先被带走一命了吗？对，能抓到，抓到了。好，不错，有打回来一些灵物。不过亚森也出来想要陨石，但是电光一闪方向是失误。对，这个一个冲太下面的。是。跟亚森冲太下横劈伤害，持续伤害是非常高的。哇，又中了一个污染物。啊，这个电光一闪回来又被打中了一下。啊、不过这个 back air 有打中。哇，又中了一次 back air。哦，亚森走了，好像是大阪要赶快想办法，那个打回一些优势出来。目前哦 ，Jeff 有哇，不过他那个还不够，他爬出来不够，而且是没有打在墙畔上的。是的，哇，又被这个往下射的枪，哇，这个亚森马上要出来了，这两个哇，用枪来 cover 自己落地是。真的非常，然后一个 dash attack， 这边 Joker 的脚也是非常的长、哦。对，万恶的。哇，他大门想要当时。哇，大门就是想尽办法先远离那个亚森。是。哇，不过又被打出场外，哇！这边是抓到皮卡丘的跳，由大宇拿下了这场的胜利。恭喜大鱼晋级下一轮。